热情和初心未改，迫不及待。让风起心事一起看，相信你能排除万难，立刻彼此渐渐习惯。前几季节藏云一散，浑身闪出迷人惊叹，这个赛季不见不散。完不完美结局由我主宰，只管尽情享受精彩，全新统一冰红茶升级上市，邀您收看精彩动画。叶秋，孙哲平。你手好了？不算太好，但至少赢了你。哟，很嚣张啊！要不要再来一局？小唐，把你账号卡借我一下。我看就不必了吧。居然是孙哲平前辈，招呼不周，怠慢了。前辈这是要准备复出吗？复出？我这手已经应付不了高强度的职业比赛了。可是刚刚……偶尔当然是可以，但时间不能长，不然你以为我真怕和他的战斗法师来一局吗？前辈，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一展战队？嗯？你刚才没听清吗？我应付不了职业比赛的强度。我听清了，但我也听到并且看到，偶尔来一局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没有任何一支战队愿意花钱养一个出场次数极度有限，甚至可能突发伤病退下火线的选手。你的邀请有很多同情分在里面，我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队伍太需要一个你这样的高水准前辈来指导了。你哪怕完全不上场比赛，我们也极度需要。对嘛，我早就说过了，你们的队伍啊，应该有一个老将，哪怕实力不怎么样，也会有很大帮助的。你在说谁的实力不怎么样？不要对号入座嘛。我作为一个深爱荣耀，自己就是选手的战队老板，不会只从经营利益的角度去构建战队。你真伤愈复出的话，我反倒会慎重提出邀约。前辈，考虑一下，加入我们吧。可以试试。太好了。不过这赛季的转会窗已经关闭了，前辈至少也得下赛季才能出场比赛了。这我知道。那这半个赛季不如来我们星星打个酱油，你说怎么样？星星打挑战赛吗？你果然还是挺关心荣耀，连挑战赛里的状况都知道。跟你说啊，太走运了，距离线下赛只有一回合了，现在加入你还赶得上。这次挑战赛里可是会遇到加试哦，正好你可以把他们干掉，报当年他们抢你冠军的仇。当年那只抢了百花冠军的加氏，好像就是大神逆令军的吧？想让我帮你向加氏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说得好，其实我也是。帮我报名。爽快。就这么决定了？战队里居然又多这么一位大神，击败加氏的胜算岂不是更大了？活动结束之后，今晚我那边还有个酒会，大家一起过来吧。好。好。要不要这么正式啊？还真不习惯。来了。我看你对这会所挺熟的呀。那是，我们一直在这边玩荣耀的嘛。好厉害，像看电影一样哎。这里有职业选手吗？
没有哦，这里是我商务方面的朋友，我希望向他们引荐星星战队。是可以拉赞助吗？来，我给你介绍。今天我有几个好朋友要特别介绍给大家，这位是荣耀竞技网游公认的巅峰，被誉为荣耀之神的叶秋，他是荣耀职业联赛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三连冠王朝战队的缔造者。一方玩电子游戏的怎么也一本正经的像个人物起来了啊？你说什么啊？大呼小叫的做什么？像你们这种只知道玩游戏的人，不知所谓，不学无术。你和你这种人我没什么可说的。不学无术嘛，当然说不出什么了。至于我这种人，那肯定不是你们这些人可比的。话不能这么说吧，荣耀玩家有很多都是多才多艺的，游戏对他们而言只是生活中的一点调剂，和你来会所喝两杯酒打两把牌也没什么区别。我说的是你们，你们这些只会打游戏的所谓职业选手。我们也未见得只会打游戏啊。但不知你有什么才艺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呢？钢琴或者什么乐器，给大家来一曲助助兴怎么样？不会的话你表演个千杯不醉也行啊。欺人太甚。不好意思，喝酒就算了，不过来上一曲是可以的。啊，你说什么？大神深藏不露啊。这藏的确实有点深。哎，我说你让我玩这个你会不会啊？那当然。我现在弹一个，之后不需要你更出色，只要你能原样弹一遍。你该不会准备乱弹一气吧？抖这样的小机灵会不会太无聊了？弹不出来吧？何止是他，这么快的话这个世界上都没有太多人能弹出来。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的手啊。怎么样，重复一遍。你这个弹的纯粹只是快罢了，你根本不懂音乐。怎么能说不懂呢？你只能说我造诣不高罢了。不过我至少已经准确地弹了一曲了吧。下面该你了，你该不会弹不出来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不知所谓，不学无术啊？你这样弹根本没有意义，要弹就弹真正的音乐。没问题，小唐，你想试什么？刚才你说的头头是道，一定是一个高手吧？他也是游戏职业选手，代打可不行。还不算是，但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职业选手。小唐他没问题吗？
手。有这样的情谊，却要去当职业选手，我为你感到悲哀。那还真是让你费心了。这样的选择，你对得起你的家人吗？他的家人也让你费心了。刚刚那个听着琴声，我就觉得是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和朋友一起来的。陈果、叶修。还有包子，大叔你好，这是我爸。他们就是你现在一起的朋友吧？你们好。你好。深藏不露，深藏不露。柔柔受你们照顾了，先容我和我女儿说两句话。啊，好的。小唐家境这么好，那以后他还能再和我们一起打游戏吗？哎，那个谁还没完呢，你别跑。我记得俱乐部规定，当四位以上的会员投票就能把某人踢了，是吗？是的。那很好，我建议把这个不知所谓不学无术的家伙踢出会所。娜娜，这位先生，麻烦你离开这里。算你们狠。大家继续喝。一展战队人群土豪啊。大小姐，慢走。小姐，要拎包吗？走走走，先上去。所以，是什么情况啊？其实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嗯？我本来在国外学音乐，后来突然不想学了。然后我爸就说，不想学，那你就回来呗。我就回来了。理由三星路过你这里，看到招网管，我就来了。这，你爸不管你啊？对我爸来说，我做什么都无所谓啊。因为他一直说，我只要能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就好。那你爸也是知道你要当职业选手喽？知道啊。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和我们一起继续组战队是吧？当然。这次咱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孙哲平这么一大助理，之后挑战赛就要进入线下赛了，大部分玩家队倒是不用怕，但是要注意家世、玄奇、诛仙这些有职业背景的战队。接下来所有20支队都要进行分组抽签。联盟总部参加抽签仪式，就我去吧。行，谁去都一样。抽个好签啊。抽签仪式开始，首先有请我们荣耀联盟主席冯宪军上台。感谢各家战队参加本赛季挑战赛。今天前来的各位战队，除了老熟人们，还添了许多新面孔，我很欣慰。荣耀联盟已经到了第九轮。这么重要的事，身为队长居然不来，你们星星是瞧不起挑战赛吗？什么呀，星星队长没来，但老板来了呀。怎么，你有兴趣来我们星星效力啊？没兴趣。越办越好。接下来由电脑随机将各队抽签顺位排序，请战队代表按顺位上台。请战队代表按顺位上台。第四顺位，星星战队。星星战队 B 组。那希望不要和职业战队分到一起，尤其不要和家世分到一起。玄奇战队 B 组。啊，这是怕什么来什么。家世战队。
家事战队，地主。太好了。B 组，云轩哥真倒霉啊！遇到孙鑫，还好我不是 B 组。我想要逃开职业战队，其他队伍想要逃开星星，这种感觉还不错呀。星星跟家世被分在了两个半区，两队如果要相遇，就必须是在决赛了。很不巧的是，玄奇、诛仙两大职业队都抽到了星星这个半区，如果要进决赛，得胜出这两队才行。回家过一个好年，然后积极备战吧。H 市记者站的尝鲜，先在前台登记入住吧，大家比赛加油，我看好你们哦。居然没有叶秋、孙哲平，这人怎么也跑到他们队伍里去了？说不定在背后谋划什么大阴谋。你们的那位队长叶秋呢？在哪里啊？他不就是我吗？你疯了吗？你真当所有人都瞎了吗？进入总决赛的最后一个名额出来了，星星最终获得了胜利，他们将成为我们在决赛中的对手。叶秋，这次我一定让你变成丧家之犬。